知道，谢谢你啊，但我真的不懂。你真的从你这衣服有点丑。是啊，没全部都进，快跑。对，就是，对我先画一张，我要把这个。我给你点。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不，我真的就。你会抽烟吗？我真不会。你怎么跟他们那个啥那两个人？你也是当时在厕所的，然后在路上的，然后就是聊着一起打王者，是这样吗？不太合适的。咋了？多少啊？什么？挺什么？挺强的。挺强，游戏挺强的。这有个办法，啥办法？我的妈呀！就是说，你先按住右上，先按住左下，它会打折打到四十块钱。这下咋都失去了？然后如果就现在这个情况，你多的时候按一下，他会。昨天打扫卫生，今天不洗手。他脱不了了。他那么脏。不知道。给我200，我给你洗。哈哈哈哈哈。你是赚钱啊，赚钱。抽啊抽，真抽啊。你反正有一双裤子。抽一个。给我拿一个。给我20。没事。给我20。拿一个。嗯，一会儿给你转。20，我送了。来给我拿画。处对象吗？处对象吗？啥玩意儿？处对象不？你什么？那你就是你自己臆断的，好吧？他说的。对。